겨우설은 5주차 복습 영상. 처음부터 시작하려고. 我想要从头开始。那太太圈那边呢？不去了。我想要从头开始。 당신도 일찍 쉬어. 你也早点休息啊。还有太晚了，别太累了。嗯，知道了。你也早点休息啊。你早点休息啊。哎，你早点回家啊。 어머니께 감사하다고 전해드려. 替我谢谢你妈妈。给，我妈妈做的面条。替我谢谢你妈妈。替我谢谢大家伙。 제가 더 많이 배워야겠어요. 看来我还要跟你们多学习一下。这一步就是机器也是完全替代不了的。看来我还要跟你们多学习一下。 판매 계획은 이미 비행기에서 생각해뒀어. 我在飞机上已经想好了销售方案，但是收获还挺大的。我在飞机上已经想好了销售方案。 아까 말씀을 다 못 드렸는데 몇 분만 더 주실 수 있나요? 我刚刚话还没说完，能耽误几分钟吗？啊，不好意思，我刚刚话还没说完，能耽误几分钟吗？ 웃어야 할지 울어야 할지 모르겠어. 我都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那肯定是该笑啊。 너 그 사람 말을 다 믿지 마. 这个人的话你也不能全信。这个人的话你也不能全信。当初我们也查了呀。 이런 일은 직접 만나서 확실하게 얘기해야지 낯선 사람 말을 믿으면 안 돼. 我觉得这种事儿必须当面讲清楚，不能相信一个陌生人呀。你先别着急。 我觉得这种事儿必须当面讲清楚，不能相信一个陌生人呀。 계절 지난 이 옷들은 세탁소에 맡겨주세요. 您帮我把这些换季的衣服送去干洗店哈。文姐，哎，您帮我把这些换季的衣服送去干洗店哈。我帮你把衣服挂起来吧。 아침에 옷을 드라이버 냈는데 당신 주머니에서 영수증을 하나 발견했어. 我早上把衣服送出去干洗，在你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票。我早上把衣服送出去干洗，在你兜里发现了一张小票。我还以为你跟哪个小姑娘约会去了呢。 난 서랍에서 찾았다고 얘기 안 했는데. 我可没说我在抽屉里找到的。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我可没说我在抽屉里找到的。 안팎으로 깨끗하게 닦아야 해요. 里里外外都得擦干净，水里得加上点消毒液，里里外外都得擦干净。 이게 무슨 유난이야? 这怎么会夸张呢？哎呦，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这怎么会夸张呢？ 반에서 아이들 세 명이 또 병이 났대. 他们班里又病倒三个孩子。今天老师跟我说啊，他们班里又病倒三个孩子。 이번 독감 바이러스가 정말 독한가 봐. 这波流感病毒真的是挺厉害的。这波流感病毒真的是挺厉害的。 내일부터는 지희애는 유치원에 보내지 않고 집에 며칠 있게 하려고. 从明天开始起。 我就不让子妍去幼儿园了，让她在家里待几天。从明天开始起，我就不让子妍去幼儿园了，让她在家里待几天。我打算从明天起再去酒店推销一下空山茶。 집 안엔 보이지 않는 세균이 많아. 这屋里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
那你也不用把整间屋子泡到消毒水里啊，你闻闻。这屋里有很多看不见的细菌，杀菌工作不得做到位啊。당신회사가서도조심해야해。你去公司的时候也得注意一点。老公，你去公司的时候也得注意一点。기침하거나감기증상이있는사람이있으면멀리해。要是发现有人有咳嗽感冒的症状，你就离他远一点。要是发现有人有咳嗽感冒的症状，你就离他远一点。千万不要把病菌带回来。근데이커피가나한테는산미가조금강한것같아。不过这款咖啡对于我来说好像酸度有点大。这个酸度你应该会比较喜欢。不过这款咖啡对于我来说好像酸度有点大。我怎么觉得这么苦啊？그사람이널차단했어？他把你拉黑了。梁振贤那边什么情况啊？拉黑了。啊？他把你拉黑了？我把他拉黑了。고민거리가하나있어。我有一件特别烦心的事儿。你叹什么气啊？我有一件特别烦心的事儿。嗯？요즘쉬한시간이아주이상해평소랑달라最近我发现许幻山特别不对劲，特别反常。什么烦心的事儿？最近我发现许幻山特别不对劲，特别反常。他干嘛了？怎么反常了？아마내가너무예민했나봐。可能是我真的太敏感了。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哎，好好好，可能是我真的太敏感了。嗯。오늘저녁에갑자기웬접대가있어？今天晚上怎么突然有应酬？今天晚上怎么突然有应酬？跟谁啊？你是今天有应酬？이러면우리니가너무걱정돼。你这样，我们俩都很担心你。你这样，我们俩都很担心你。您别担心了。속마음을얘기해봐。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心里有什么就说出来。참지말고。别憋着。别憋着。感动的话，别憋着。이러면너스스로괴롭게하는거아니야？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你这不是折磨你自己吗？내가이렇게말하는게잔인한거알아？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残忍。我知道我这么说很残忍。但这就是现实。지금네가너무억울한거알아？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特别委屈。我知道你现在觉得特别委屈，可你想想赵靖宇，他做错什么了？他不委屈吗？我当时心里就特委屈。그래도네곁에는우리가있잖아。至少你身边现在还有我们两个。至少你身边现在还有我们两个。우리가네얘기를들어줄게。我们可以听你诉苦。我们可以听你诉苦。我不想听。이세상에서너를사랑해줄사람은너자신밖에없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我不管你现在有多伤心多难过，但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自己爱你自己。이고비를넌반드시이겨내야해。这个坎儿你一定要迈过去。这个坎儿你一定要迈过去。지금은혼자있게두자。这个时候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他呀？这个时候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아니면네가전화좀해볼래？
你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今天曼妮怎么样了？你要不然给他打个电话。嗯。왜혼자마셔우리도안부르고干嘛要自己喝呀？也不叫我们。服务员，再拿两个杯子。干嘛要自己喝呀？也不叫我们。너오늘좀이상한데你今天有点怪啊。现在是 VVVIP 的特约服务时间。你这闹哪出啊？你今天有点怪啊。너오늘도대체왜그래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刚刚我给您挑了一件最适合你的，还可以用我的员工折扣。我现在给你去拿。你今天到底怎么了？그렇다고꼭퇴사해야하는건아니야那也不一定非得辞职啊。我要辞职了。那也不一定非得辞职啊。其实失恋的时候，工作就是治愈的良药。非得查吗？이일은잘지나갈거야。这事儿肯定会翻篇的，回头大家就忘了，真的不用在意他们。这事儿肯定会翻篇的，我相信你。嗯。보자마자바로알았지。我看一眼就知道了。我知道啊。你怎么知道？昨天紫燕回来一脚泥和草，我看一眼就知道了。没想到你们一眼就认出他来了。바이러스성감기라서그래열이내리면별일없을거야他就是病毒性感冒等烧退了应该没多大事儿。那你不会生我气吧生什么气啊没关系的他就是病毒性感冒等烧退了应该没多大事儿。우리너무방심하면안돼咱们也不能太大意了这退烧针还真管用这会儿就不烧了咱们也不能太大意了到了晚上还有可能会再烧起来你不要大意了啊오늘밤은둘이번갈아가면서간호하자今天晚上咱俩轮流看他吧今天晚上咱俩轮流看他吧退烧药和物理降温都不能少行今儿晚上都交给我당신이언제부터핸드폰을끼고살았대你什么时候变得手机不离身了？你去睡吧，我看着他就行。你什么时候变得手机不离身了？나도아침이밝아올때겨우잠들었어。我也是到快天亮才睡着。好像不烧了啊？你还好意思说我呢？我也是到快天亮才睡着。눈치주신거아니에요你是不是给人脸色看了？这怎么回事啊？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呀。你是不是给人脸色看了？怎么可能？我回头再问问他。